都估到你哋唔肯走噶啦。Oh my god！ 我哋抢晒麦噶啦，头先。哎呀，你冇写得嘅，沙皮都搣咗。我冇写翻嚟，俾咗你哋一面。真系所有嘢喺状况之外啦。系咯，呢番冇彩排过噶喎。而家发生咩事？你哋做乜唔走啊？冇车路啊！听日唔系翻工嘅咩？听日礼拜。好夜啦咩？冇车走先。休息啦，你哋阿拉儿好攰咧，要翻去瞓啊！有冇人攰啊？啱晒。攰攰你噶。有冇人唔攰啊？咦，你哋唔攰嘅话，咁我哋由 Rocket Star 开始。你打你先咁讲嘢先。Let's rock 啊嘛。Let's rock！ 你唔好亂亂咁講先。好，搖滾吧。有冇人係？哦，好啊。有冇人係睇咗五場或以上嘅比賽先？哇！八場或以上咧？十二場。都不知道是不是18場十八場，十八場，嚇到你哋，好似你哋走，其實我好想睇嘅，不過我要做嘢。唉，你真係你陰公啊！真係，我都成日想你請假啊嘛，你好想睇得嚟咯，演唱會啊，但係我冇得睇啊，咁樣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哋都已經準備咗兩 part encore 噶啦，咁所以而家咧，我哋真係冇準備。好冇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揀一首俾大家一齊開心，玩埋呢首歌去，然之後翻屋企休息瞓覺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好冇啊！咁你哋嗱點誒？你哋想聽咩歌？我聽到 Blue Monkey 喎，好啊，Blue Monkey，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出去，出去，我哋喺度，出去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跟住就要做翻少少生活，生活，生活，好攰。我高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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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高高
各位先生、女士，今日嘅。